不多逼逼，直接点。听说你在寻找不出世的高手，低级魔兽要诀，不要林中鸟，不要夜舞倾城，不要上古灵符，不要法力陷阱，死亡召唤，可以。赚不赚钱不要紧，关键就是这个氛围，你知道吗？我来下一个了啊！你先把这授权给小号啊。来，听说你在寻觅不出世的高手？问号，我就是你要找的高手就是我呀！行了，大哥，你别念了，他妈喝多了都是。来吧啊！先准备好，来个立劈吻一下，来个立劈吻一下，五本来个立劈吻一下。我都不想上镜，你妈的，这个高级的造型我他妈觉得丢人，你他妈的一本高级陛下，哎，来，直接领了啊，兄弟们，千亿兽诀第三本，第一本死亡，第二本高币，第三本还是我的法术防御，善恶有报，力劈华山，浮云神马，我操，浮云来了，我看见了，浮云神马，我来了。我操！我去上个厕所。后面无所谓，去你妈的！剩下两个我全要高币，也赚的。关键时刻得有人站出来，看吧，你还是弟弟，你他妈喝的也不行，还他妈给我领个高币，我操！哎，你先帮我放手放到这边，我一领出来的时候。你先挡一下，要不还是直接点无所谓了。你领了神马，你慌个毛啊！高必来，龙魂不亏，龙魂小亏，你知道吗？龙魂还真的可以，龙魂可以。再来个力劈，再来个神马，那太过分了，我觉得不能太贪心。死亡法王凑一套，要不就三恶来一个，这样比较好运回钓鱼岛。可以，来吧。最后一个随便来，全他妈是赠品，力劈火山，我操！是吗？我觉得是力劈，真的，我真的觉得是力劈，就是特别那种感觉是力劈，力！哦，我操，龙魂，啊，龙魂二连还可以。